实这杯调酒呢，我主要是在 Twist 的一个经典调酒叫做 Espresso Martini。原本 Espresso Martini 是用伏特加去做的，那这一次呢，我们是用赤高丽达金牌。我希望消费者可以很方便的去取得这些的原物料来调制这款鸡尾酒。比方说，我可以在便利商店买到赤高丽达金牌 Espresso 的咖啡，爆爆冰块，就可以回家调酒了。让消费者能够快速、简单、方便的调制这个 Leader Espresso Martini。